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，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，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呼吸到正中。什么菜都没有，一样吃的倍儿香。现在有鱼有肉，鲜味有了，香味也有了，人情味没有。那我吃完了，想算账是吧？那咱们今天就算了。哎，
小丽，当年你打架进去一待就是五年，是我一直照顾你瘫痪的奶奶，甚至奶奶的后事都是我替你办的。出来后当所有人都看不起你的时候，是我收留了你。我说三弟，做兄弟在肩上，有难一起负，有苦一起担，别人放弃你我不会。大哥，当年你的公司有一笔账说不清，在所有人都不相信你的时候，我选择站在你这边，我把我自己房子抵押换来的钱去赌你这个大窟窿。我说做兄弟在身后，就算没有靠山了，还有我呢，对吧？阿南，当年你欠蔡平路财神的钱，财神要限你一条腿，我一个人提着20万去赎的你。你对我说当牛做马都要跟着我，我说多少钱不重要，心里的位置最重要，对吧？公司最艰难的时候很多员工都留下来，而你们却在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离开我，欠下的债我一个人扛，亏空的坑我一个人填，要账的找上门我一个人摆平，而你们在哪里无所谓，现在公司好起来了，你们拿着合同和我要股份，你们算这些年于情于理于义我们究竟谁欠谁的。小时候我们在一起比身高比力气比学习，长大了我们在一起比事业比女人比金钱，难道今天就非要跟我比人多吗？就像那无尽的海洋。
子，豆角新来的。哎，你说说，我葱完了呀？五块一会儿，哥。这破烂菜叶子，这啥玩意儿啊？五块钱。都这样，给两块钱得了。就你家这样，那两块钱的成本都回不来，哥。啥玩意儿成不来？一两块钱得。我不买还有人要吗？来，那你上别人家看看去吧。吃完了啊，哎，两块钱得不少了。谢谢哥，走。你这真咋这样呢？我不卖了。豆角，豆角了。时候是最强的对手，没想到最后成了过命的朋友，一起走过的路被时间酿成酒，梦会是你最了没有。小时候咱们比身高，咱们比学习，长大了咱们比金钱，比钱，今天咱哥几个都比卖菜，谁卖的少晚上请喝酒好不好？